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喺上一次都同大家讲过 ，Metro 呢一个牌子其实已经有30年嘅历史，佢亦系喺巴西非常之出名。咁今次就会同大家介绍佢另外一只嘅练习吉他 AM-ADR20。咁佢会有两个 channel，clean 同埋 drive。首先就会有一个 gain 嘅 control，master folio free band EQ 同埋一个 reverb 嘅 control。咁佢 drive 嘅 gain 系会比较多少少。佢亦都可以博2x12或者4x12嘅 cap 去夹 band 练习用。佢更加可以博 headphone 同埋电压，亦都可以去转换。咁首先我哋就会试下佢嘅清声先。跟住我哋就会试下 drive channel， 咁个 gain 会校到去11点嘅位置。咁我哋而家会将个 gain 校到去3点钟嘅位置，咁就会试下 humbucker 嘅 pick up 嘅效果咯。咁而家就会将 ADR20 播落个4x12 cap 度试一试。而一个 gain 就会在12点的位置。ADR20 是非常适合初学的朋友，它的音色是完全可以满足到你。它除了可以播4x12和2x12夹 band 练习用，它还可以播 headphone 在夜晚的时候练习用。它的电压可以转换，适合在不同的地方使用。 Metro 的 M 在音色、功能和价钱完全可以符合你的要求。I will the hand of God, and I'll save the devil's soul.